盘点全球十大购物街，尽情享受血拼的乐趣。一、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，东起协和广场，西至先贤广场、凯旋门、大皇宫，以及超多大牌商店汇集于此，让它成为巴黎的必打卡之处。二、美国纽约第五大道，它是时尚之都的代表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品牌，既有时尚新品，也有经典款式，深受人们喜爱。三、日本东京银座，这里兼具现代与传统的气息，除了各种大牌精品店外，还有很多日本传统建筑，购物打卡两不误。四、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地下购物中心之一，覆盖着商场、酒店、电影院等众多设施，让你远离严寒酷暑，随时都能享受逛街的乐趣。五、英国伦敦牛津街，长 1.25 英里的街道上云集着300多家世界大型商场，从历史建筑到顶级百货公司，兼容了经典与时尚，成为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选择。六、新加坡威杰路，它是东方现代化的购物天堂，拥有众多的购物中心、餐厅、酒吧等商业设施，商场多，商品全，选择余地大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。七、奥地利维也纳科恩顿大街，这里汇集了各种奢侈品牌、传统商店和名胜古迹，是维也纳最著名的步行区。漫步在大街上，你能感受到浓浓的欧洲风情。八、德国柏林库达姆大街，它又被称为选帝后大街，长约3.5公里，途中有很多精品店和汽车展厅，两旁点缀着许多设计精美的建筑，逛街的同时你还能领略柏林的魅力。九、俄罗斯莫斯科阿尔巴特街，它是莫斯科最繁忙的街区，各种高级品牌云集其中，小店铺一家挨一家，商品种类极其繁多，是游客购物的首选之地。十、瑞士苏黎世班霍夫大街，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街道，商店里陈列着华贵的商品，名店遍布，银行林立，超级适合 City Walk 一日游。盘点全球十大购物街，哪一条才是你的心头所爱？